你这样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这水车是我爹造的，是我娘造的。这水车非常精美，造它的人一定很聪明。哼，我娘聪明。好了，回家吧，你娘要担心你。好，传下我们回家。 乡亲们，咱们到屋里歇歇吧。好，来，进屋去。来，大家都进屋吧。大哥，请问。 这里是梅子林主人家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哪里啊？喂，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是个筹募军酒的商人，无意中尝到了你们的梅子酒，想拜会你们的主人，谈一笔生意。这百里梅林的梅子酒啊，今年早就卖光了。这位爷，请回吧。哎，前面这位大哥。 可否让在下见见酿酒之人？这梅子酒啊，是我和我媳妇儿酿的，我就是这梅林的主人。你有什么话，说吧。当真？当然当真，这还能有假呀？罢了，不送。 你怎么还闯进来了？要不这样，我想买下整片梅子林，不知道。不卖，这梅子林我们就没计划卖过。赶紧走吧，10000两够不够？够你去买沃野千里了。我都说了不卖不卖。我说你到底走不走啊？你还不走啊？你。 在下鲁莽冒犯，见谅。阿汉叔叔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坏人呀？不管他是不是坏人，以后记着，要是再见到这个人，就躲他远远的，记住了吗？嗯。 笑来，阿汉哥，杨峰，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啊？他们去梅林玩了，两个小家伙玩的可开心了。白姑娘，阿汉哥，怎么了？刚才来了一个相貌堂堂、衣着讲究、会功夫的男子。嗯，他说是酒商，想跟夫人做大生意，但是我看他又不像什么酒商，言行举止又特别怪异，所以。
行为古怪，会功夫的，会不会是何霞？我先去把孩子们带回来。好。长兴，泽清，向时间，长兴，以为出色的美，长兴。风如泪，爱如悲，从不害怕梦退向谁，便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长相温柔一对。姨娘，等等风景，等等爱时的仓促，就是现实今生。泽清，长相，你两个小捣蛋跑哪儿去了？走，跟我回去吧。未知有何方？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笑呢？长啸，长啸，怎么办啊？分头去找。长啸，长啸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小孩？没看见。长啸，长啸，哎，看见小孩了吗？啊，没有。看见小孩了吗？没看见。树木都点好啊！哎，动作快点。每次我来都是十三娘跟我谈，这次终于见到东楼主本人了。以往是东某业务繁忙，照顾不周，还请坎吉先生见谅。哟，是谁在说我十三娘啊？坎吉先生，这个呀是我们楼主给坎吉先生的一点小小心意。哟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啊。这十三娘的待客之道，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东楼主，咱们言归正传吧。由于商道堵塞，域外的商人都不敢在中原大量订货，以至于把价格都压得很低呀。十三。东楼主，有请坎吉先生。我们也有这个打算。东某打算开辟西南永昌道，新的商道可以避开战乱和北部关卡，直通域外。哦，东先生不愧为晋梁第一商啊，智慧和眼界非常人所及啊。坎吉先生过奖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这个城镇真的开始聚集商队驿站，
相信过不了几年，这个地方就会发展成大市集，周围城镇的货物流通都会聚集在这儿。如果将来我们要隐居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在这座山上。为什么？你看，这里上通梁，下通晋，左达白兰，右到域外，而且啊，这山的旁边就是渭水的发源地，据说已经有很多的商队聚集在这一角小镇。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，这里将会变成一个大市集。听起来真不错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下详细的计划了？别闹，你到底做不做计划呀？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都听你的。我们住哪儿？我们的家会在哪里呢？焦眼楼绝非太平之地，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哟，这孩子好可爱呀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看这样子像是迷路了。啊，十三娘，十三娘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娘亲呢？那先跟姐姐来，一会儿姐姐帮你找娘亲好不好？来。等咱们修好了这个商路，你就可以带着十三夫人来我域外游玩，我域外的美酒和美景并不比这儿差。好。坎吉先生，多谢你的一番好意。不过这事儿啊，得楼主做主，他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东楼主，你和十三夫人不愧是郎才女貌，连孩子都这么可爱啊。楼主，咱们什么时候成亲啊？十三，别开玩笑了，哪来的孩子？这坎吉先生的一番好意，咱们给他个准信儿呗。对呀，十三，别闹了。东楼主，这可就是你不解风情了啊。燕十三娘聪明绝顶，艳名天下，她如果一颗芳心在我身上的话，我早就带着10000头骆驼来这儿提亲了。坎吉先生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真的牵10000头骆驼过来，我就跟你走。十三娘，外面有一个女人来找孩子。坎吉先生失陪了。啊，走。长啸，多谢这位姑娘，孩子乱跑，麻烦您了。夫人客气了，去拿2盘水果出来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孩子乱跑已经耽搁了很多时间了，家里还有人等着我们呢，我下次再登门道谢吧。走了。孩子招人喜欢，夫人也着实不一般，出入这风月场所，既面不改色。自古侠女多出自风月场所，姑娘这一身侠气也着实令人佩服。夫人一身梅子香气，
也是叫人见之忘俗。难怪夫人酿的酒如此与众不同。十三娘果然好眼力。夫人怎知我是何人？姑娘手上的龙凤翡翠戒指是域外的无价之宝，寻常女子岂可高知？身着华彩绸锦，绣饰金丝，在这娇艳楼里，除了鼎鼎大名的燕十三娘，还有谁能有如此风华的气质？我娇艳楼招待不周，上一次让姑娘在门外等候。你的两个送酒的朋友跟我有过交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。乱世多异事，我那两位朋友误闯了娇艳楼重地，是该向姑娘道歉的。听夫人口音，应该是近人吧？我最近听说，有大晋的神秘商队，正在以低价放粮，以平市价。以娇艳楼的实力，和我朋友所见的情况，我斗胆估测，这神秘晋商应该是与娇艳楼有关吧。如此一来，娇艳楼便是大晋的恩人。我和我的朋友都只是寻常百姓，只想在这乱世中求一份安稳的生活。十三娘不必如此戒备，我们在娇艳楼的所见所闻，除了敬佩之外，绝不会对外说出半分的。果然高人隐居山野，夫人好胸怀。不过我如何才能相信你不会对我娇艳楼不利呢？我以为人母，只愿在这乱世中护我的孩儿平安。任何会让我孩子涉险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。若有一日十三娘为人母，也会明白这个感觉的。告辞了。坎吉先生，请。东楼主多谢了啊。十三，你怎么了？我遇到了一个。很特别的人。是什么人？说来听听。前面看到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吗？没看见。有没有看到小孩？小心点啊！哎，放我枪了。香，娉婷，娉婷，长香，总算找到你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没事了，走吧。以后不许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嗯。走吧，走了。哟，公子长得好生俊俏呀，小的记不记得像你这样神仙似的脸？敢问公子，可是第一次来我娇艳楼啊？不是，第二次来了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瞧我这记性。公子。可有相好的姑娘，小的这就去叫过来伺候着。不用了，我是来找燕十三的。原来你也是来找我们当家的呀。既然公子之前来过，应该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。看看这满堂的宾客，哪一个不是来找我们十三娘的？但是想要一亲芳泽的话，必得黄金十万，缺一不可。公子，
你可备足了。你要是想求他办事啊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好戏不错吧，公子，请。老爷今天真是鸿运当头，连赢六局。你看这白花花的银子，冯柏当场结算，任谁不眼红，谁又不心动呢？恐怕全天下只有我们娇艳楼才得此盛况。公子既然来了，何不去玩玩呢？只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是开店的，公子如有得罪请见谅。公子请。没有一赢到底的赌客，只有稳赚不赔的庄家。当大小盘面赌注持衡时，庄家以客养客，不动声色，为的是有输有赢，调动气氛。白花花的现银刺激着赌客的赌性，盘面赌注越下越大，等到合适的时机一口吞下。所有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，挡住客人的视线，这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下注了，下注了。今天我手气旺，押到。贾老爷，我也买的。一百两，小。小子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我现在手气可是正旺着呢。老虎吃肉，我们喝汤。这毛也没长齐的小子，怕是要连裤子也要输光了。可怜炭黑凝血汗，终成白银送他人。你挣的是辛苦钱，为何要白白送这小金窟窿？什么意思？这小子说什么呢？阿娘，这小子聪明啊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把脸洗得再干净，你也就是个穷官啊！来，开！开！一三四，小，庄家赢六百两，银子收。公子贵姓？姓白。白公子赢二百两。三两了，三两，三两。压大赢大，压小赢小，买定离手。四百两，小。楼下赌得正热闹呢，你不去赌两局啊？
别告诉我你不愿意赌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人活着呀，就是一场赌局。所以让你当庄家，稳赢不输。我这做庄啊，赢的只是小钱，而你呢，成天翻看这些兵书，还不是想赌个大的？来我这场子的，赢的是银子，而你，却搅动天下风云，拉拢群雄入局，要赌的可是江山社稷、改朝换代啊！难道你不知道，我最不想赌的就是这样的局？战场是，也许你说的对，那是一个比赌场更大的赌局。我几次想逃离，但却逃离不了。一旦江山社稷都变成了筹码，无论谁来做庄都不会好受。别人都把我当战神，但我却最讨厌战场，讨厌厮杀。你把我看简单了，我要是不懂你，我怎么会一直在这陪着你呢？来，那咱们俩也赌一把，小赌。小赌？嗯。下棋你可赢不了我，我可以让你九子。我就是喜欢你这股劲儿，真正的男人。不过我也是开赌场的，你是战神，那我也是赌神，愿赌服输，怎么好让你让我九子呢？这赌局要是做下去就得公平。那好，你想赌什么？都站了半天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楼主，当家的，楼下来了个白面书生，点名要见当家的，半个时辰下了13注，只赢不输，荤素不吃，楼下都乱套了。哦，白面书生啊，这可有趣了，长得可俊呢。俊得很，楼下所有的姑娘都拼命的往上贴呢。那跟我们楼主比又如何？这这个白面书生啊，我这跟楼主的棋盘才刚摆上，他就来搅和，看来我是得去会会他了。我去吧。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怎么能让你去呢？这来的要是个姑娘你可以去，可是这是个白面书生，还是我去的好。你知道我最想赢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你。我最想赢到的就是你。236，小。好，143，小。好，好。436，大。公子好眼力啊！公子，可否上楼一聚啊？小女子也想跟你玩上一局。
是你。好一个风流倜傥的玉面郎君啊，你这身装扮还真是俊得很呢、啊、那日一见已觉夫人不俗，今日你又这身装扮技惊四座，这是存心要砸我娇艳楼的场子呀、啊、在下今日前来实有不情之请，惊扰了十三娘，还请见谅。你有什么不情之请？药材，家妹重病，在这战乱之年又没有药材，想救她一命只好求到你这儿来。哼，撒谎。你是来找药还是来找人？找药。哼，找药？我娇艳楼是什么地方你清楚得很，你跑到娇艳楼里来找药？这娇艳楼的地下暗仓藏着什么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我赌这娇艳楼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烟花之地。你赌？也对，来我娇艳楼的不赌也想赌。我刚刚还说了，这人活着就是一场赌局，谁能逃脱得了呢？那咱们就来赌一把，要是你赢了，药材随你拿，救你家妹的病；如果你嫌不够本儿，我搭上我的命。可是要是你输了呢？凡是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。好，爽快。我都搭上我的命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得搭上你的命啊？这样公平。你倒是挺有定力啊，刚才差点一剑封喉，你居然不动声色，小命都快保不住了还笑得出来，看来你也是一个女中豪杰啊。说吧，赌什么？怎么赌？客随主便。看你这样子舞刀弄剑，我也占不上你的便宜，那么不如以棋作赌如何？好，下棋好。我去准备一下。不用准备了，我更喜欢下盲棋。怎么，十三娘，你怕了？哼，我可是赌神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我去准备一下，好好的跟你下一盘盲棋过过瘾。哎呦，小娘子啊，我要是个男人，也会被你迷得死去活来。哼，既然是下盲棋，咱们就立个规矩，谁也不能出各自的屋门，无论外面有多大的动静，谁要迈出这个门槛，就算输。好，这规矩我懂。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快来人！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今天有大买卖，得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是是。还有，娇艳楼的秘密绝对不能传出去，给我记住。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输，不然就功亏一篑了。快去准备，把我的话传下去。要是谁耽误了事儿，小心我剥了他的狗皮。是，当家的，
咱们真的要搞这么大的阵仗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能搞多大就搞多大。还不快去！是是。怎么了？这回事情可闹大了，你可得救我啊！你要是不救我，我可就倾家荡产了。这么严重，什么事儿？还不是那个白面书生，他非要跟我赌一局。你说，这可是娇艳楼，我怎么能让他灭了我的威风？我就答应了，谁想到他要赌的我根本就不会。哎呦，这可不要了人命了。你别急，他要赌什么？下棋。下棋？下棋你不是会吗？他要下的是盲棋，这盲棋我哪会啊？这个书生也真够狂妄自大的，说我可以找帮手，还说随便找，只要是这个娇艳楼里长脑袋的就算。年轻气盛啊。就是啊，哪能容他放肆？只要楼主一出手，他就输定了。嗯，下盲棋我还真没遇到过对手，算他命不好了。那应该说算我命好了，那我去准备准备就开战吧。千载难逢，我可得把这棋谱记下来。那我就去拜访一下这位书生。这可不行，盲棋是有规矩的，不能出这个屋门，谁要是迈出这个门槛啊，谁就算输。好，有规矩就好。那好，这就开战了。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这不赌上一注，可就对不起自个儿啊！来，快点下注吧。压白的赢，一赔二；压黑的赢，一赔五。哦，一赔五，这棋越下越有意思了啊！难不成这是十三娘的新赌局？就是。别废话了，快下注吧，要不然啊。我一会儿可变卦了。有意思，倒是从来没这么赌过啊，那可得多下点啊。对对，好好，多下点，下我赌白棋啊。这么大的阵仗，就压一两银子，也不嫌丢人。这一注啊，至少下十两。是应该的，拿人来当棋子，这谁见过？七起，十两就十两，给我压。十两。还是白虎老爷大方。二十两。十两。豁出去了。二十两。诸位，六三路。白衣。
手入位六三路，白手入位六三路，白手入位六三路，白衣手入位六三路。入位六五路，黑二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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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位六五路。入位九三路，白三手入位九三路，去位六三路。下阵是什么意思、啊、有点意思。你看啊，这白衣小飞挂脚，那是金脚银鞭走路一样。黑二一阵当头棒喝，白三拆二为本手，黑四挂两鞭，这是要掌控天下，这旗下的大旗呀、啊！啊！厉害厉害呀、啊！去位三五路。去位三六路。四三路，白十五手入位四三路，入位三六路。婷婷，这一局你前有阻击，后有追兵，赢面不大呀。是的。入位二一路。白十九手入位二一路。这么巧。这辈子赶上了，真没白活呀！嗯，是啊，可我看白棋这阵势是要输啊！你压的是白棋吧？输，输了也没白活。哎，你看这棋下的。依我看呢，这两个人的棋
白棋下得稳当，黑棋下出了气势，两个人都是高手啊。入围赛一路，白二十三手入围三一路。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棋风？困兽不争，你不出招，我不拆招，后发制人，胜。好一个后发制人，夫人赢得漂亮。若真的是他，该有多好。平位九四路，黑四十八手，平位九四路。平位九三路，平位七七路，去位三六路，入位二十一路。入位九四路，入位九五路，下得太漂亮了。哎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，这黑五十中分头高挂，于是一石二鸟啊，一边威逼白棋的左下角，一边又隐藏在中腹，形成了巨大的气象。正所谓高者在腹，近在掌握。这白棋也明显觉察到了危机啊，白五十一跳起高挂，在空中截杀大鹏，那一时间杀的是刀光剑影，难分胜负啊！妙妙啊！好啊！好好！入围二十一路。下出这般的棋来，我知道你还活着。娉婷，白娉婷，你在哪儿？
坏了规矩了。等等，当家的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只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在跟我下这盘棋。你不必知道了，这局棋，你赢了。这是地下室，到下面等我。如果想拿到药材，就听我的。娇艳楼布局复杂，暗处曲径相通。我们进入一个仓库，里面堆满了珍贵的药材和上等的兵刃，都是军需之物。据我推断，娇艳楼的地下仓库肯定不止一个，应该有很多。其中储备物资之巨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冰婷，什么冰婷啊？她都已经不在了，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我感觉她好像还活着，就在这附近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说刚刚那个白面书生吗？他人已经走了。你坏了下盲棋的规矩，你让我输了。可是除了他，没有人能与我下这样的盲棋。我好羡慕他，三年了，你没有一时一刻忘了的。
婷婷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死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请你马上离开这儿。夫妻。那便恭喜二位了。请你转告他，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只有他能与河下抗衡。走，永远都别再回来了。婷婷，不管你愿不愿意被打扰，我又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没有离开。我能听得到你，能闻得到你，连这个梅子酒都有你的味道。我甚至去找这个酿酒的人，多希望这个人就是你，但是怎么可能？三年了，你要是还活着，你怎么忍心不与我相见？我记得你说，你最欣赏当今大家的文采和气度。前些日子，我给你抄了一本阮步兵的咏怀诗，我念给你听。一日复一夕，一夕复一朝，颜色改平常，精神自损消。胸中怀汤火，变化故乡招。万事无穷极，知谋苦不饶。但恐须臾间，魂气随风飘。终身履薄冰，谁知我心焦。一日复一朝，一昏复一晨，容色改平常，精神自飘沦。临伤多哀楚，似我故诗人。对酒不能饮，凄怆怀酸心。
说话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杨峰和十三娘刚走。坐吧。原来是十三娘他们。十三娘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，她原本是白晋边关一个武将的女儿，因为家中遭遇土匪，被人贩子卖到大梁。我救了她以后，她就一直在我身边。她看起来软弱，可是她比七尺男儿还要厉害。她可是我身边最得力的朋友。你跟我解释这么多干什么？我怕你误会。我有什么可误会的？这么晚了，饿了吧？我去厨房给你做点吃的。Thank you.
好吃吗？嗯。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不是。是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女人，我知道了。这碗面的味道，朱北杰永生难忘。他叫长啸，三岁了，姓楚。我见你憋了一路，总算问出来了。我给你生了个儿子，听话，懂事，贴心。除了他，就再没有别的男人了。白娉婷，就只有你知道怎么治我。以后别再让我逃走了。不，现在是我们母子。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再逃走。以后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我相信。Thank you.
冰婷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哪儿也不去。太好了，留在我身边，就这么待着。我感觉现在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只是做梦，就让这个梦再长久一点。北姐，嗯，北姐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想叫叫你而已。以后我每天早上都可以这么叫着你。说好了，是每一天。嗯，真好，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分开了。这是我们的孩子长啸。是啊，他就是你的亲生骨肉长啸。长啸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是坏人。不，我不是坏人。长啸，来。不，我不要抱抱，我要风筝。娘。泽清，长啸。你之前说的大英雄就是你面前这个人，他不是什么坏人，他是你的父亲。他欺负阿汉叔叔，他是坏人。长啸，风筝虽然掉了，但是我找到一样更好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我可以养他们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你了。那你该叫我什么呀？长啸，叫爹爹呀。不，他不是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应该好好吃一顿。听说前面开宴了，娉婷，你们两个慢慢聊，叙叙旧。长啸，走了。走喽，走喽。走。孩子还小，熟了就好了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他会接受你的。恭迎陛下，诸位久等了，接风洗尘宴，大家都不必客气。这里我就是楚北杰，没有别的身份，快请坐。请坐。长啸，长啸，来坐这里，坐这里。好。
下，来，你坐这边。我不愿意坐在这里。长啸，一路过来，路上还好吗？好。那在路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有。嗯。那到底看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？说出来就不好玩了，我不告诉你。陛下，这么远的路程一路走来，可是真不容易啊。那不是那个小不点儿能给说清楚的。不过后来好在遇见了华参将军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变得顺风顺水，如今大家才能够坐在一起见面呐。霍神医，哎，这一路辛苦你了，娉婷敬你一杯。谢王妃敬酒一杯，我这是老骨头，也是面上有光，那我先干为敬。霍将军，来敬你一杯，来，来。听闻陛下和王妃当年也是磨难重重，如今呢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苦去甘来，你们二位是不是也要喝上一杯呀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陛下，王妃，你们俩还是喝一个吧。陛下，是啊，喝一个，喝一杯吧。啊，喝一个。来，娉婷，这一杯我敬你。娉婷敬北极。哎呀，如今大家能够团聚在一起，真的是好舒心呐。只是不知道我那徒儿醉菊现在何处。听说他原本一直跟着王妃，王妃，你可知道？醉菊。醉菊姑娘跟随着我夫人一路辗转照顾保护，可是在去大梁的路上遇贼人暗算，在松森山脉中不幸陨身。快啊，娘亲都追不上你了。你，长，怎么了？娘，长啸，娘累了，你先去找泽庆哥哥和干娘玩一会儿，娘一会儿来接你好吗？好，去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长子城一被屠城，王族皆被诛杀。难怪你最近心神不宁，我还以为。娉婷，不要伤心，更不能倒下。我自小在大燕长大，那里有我熟悉的一切，他居然亲手毁。
如今的河峡已经锋芒毕露，目中无人，他居然对打燕的黎民百姓下狠手，对自己的妻子下狠手，他已经不是往昔的河峡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否则天下苍生危在旦夕。拿下且柔城一事，我们必须尽快执行。今天晚上我和漠然与陈谋夜袭且柔，必定拿下。这次我定随你前往。此行危险，本该孤军深入，你要去了我怎么敢放心？你为大晋，我为大燕，与河峡这一战亦是故人相逢，有我在，多少能帮上你一些。既然你已经接了这个帝王之位，北姐，你我之命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。是啊，我要去做一件让所有人都可以和父母团聚的事。那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呀，爹？你叫什么？爹。你叫我爹了？爹。长啸叫我爹了，长啸叫我爹了。长啸，长啸，长啸叫我爹，长啸叫我爹了，长啸叫我爹了，长啸叫我爹了，哎，长啸叫我爹了。再叫一遍，爹，随爹走一趟。长啸，来，我在看夕阳呢。夕阳是什么？爹带你去看。哎，长啸怕不怕？我不怕。长啸好孩子，你要记得这个速度，爹爹是这样离开的，也一定会这么快回来的。爹爹说话可要早点回来。嗯，这样。长啸，如果这次娘亲没有回来，你一定要好好替娘亲陪伴爹爹，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伤心。保重，
我们等你回来。长啸，我们走了。朕。